欢迎回到这次 Canon Life。 好久没和大家聊到摄影灯光的产品了。那最近呢，我收到了一款测评产品，是来自我们国内的一个品牌，叫做 GVM 啊。那他们推出了一款代号为 SD80D 的这样一款室内室外均可使用的便携式的专业双色温聚光灯，就是它。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外观，它是真的非常小啊，那手握持起来很轻松，也不会有负担。那么我相信在室外作为一些光源不足的地方啊，那比如说摄影师用来补光是非常轻便的，而它呢也带有这个保绒接口，那么你的配件拓展上面又会方便很多，比如添加柔光罩之类的。而外出拍摄的话，你只需要安装两颗这样的 NPF 大功率的电池就可以了，而在室内的话呢，直接电源供电就好了。这么小的机身哈，那它却有着80瓦的这样一个大能量啊，那所以当亮度开启100%的情况下，它是非常亮的。那它的色温呢，是可以从2700K 到7500K 这样一个区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么另外在机身的一侧呢，有一块屏幕哈，那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你现在灯光的各项参数的情况。机身背面是一个散热风扇，那下方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调节色温的一个旋钮。那当你按压这个旋钮大概2秒钟的时候呢，它会从色温的调节转换到亮度的调节，那亮度呢是从1到100啊，是非常方便你使用的。另外这款灯光还带有8种特效，那比如说闪电啊、烛光啊、坏灯泡等等。那么所有功能在你单兵作战的时候该怎么切换呢？所以 GVM 的手机 APP 就是你最好的一个帮手了啊。那所有的功能你都可以从上面做一个相应的调节，比如说亮度调节、色温调节，另外就是这8种特效了。如果你有不止一盏的这个 SD80D 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将它们在你的这个手机 APP 中做一个串联的使用啊。因为这款灯的体积非常小，很多时候我都是随身带着在户外使用的。当然室内使用呢也有非常好的效果啊。那么现在我来换上这支 GVM 的 SD80D 来拍摄我接下来的内容。好的，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 GVM SD80D 啊，它的一个实际在室内使用的这样一个拍摄效果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那我个人觉得它的这个聚光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啊。那对于单兵作战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。那另外呢，我觉得比如说对于直播的一些朋友啊，那比如说你是在室内也好，或者特别是在室外啊，那这么小巧还有它的聚光和亮度都非常好的这样一款灯光产品呢，是你值得考虑的这样一个选择。好的，那这期节目呢大概就是这样了。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节目感兴趣或者喜欢这期节目的，希望大家可以一键三连，也同时关注我的频道。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